下面我向大家通报一下乌鲁木齐市最新疫情和核酸检测情况。7月28日0时至24时，我市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9例，其中43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病例，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5例。 截止7月28日24时，我市现有确诊病例320例，现有无症状感染者130例。随着病程的推进，一些处于潜伏期的无症状感染者陆续出现临床症状，或 CT 检查出现新冠肺炎的影像表现，成为确诊病例。所以，今天新报告的确诊病例中， 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病例的比例较大，达到了43例，现有无症状感染者数量有所下降。